戈丁拿球，干净利落的抢断，好机，能有起脚的机会吗？绝佳的进球，聪明的射门呀！我猜他肯定是看到了门将的站位，轻松的将球打进。出脚非常及时，他开始加速了。板头射门很有力度，可惜门将也不是吃素的。这肯定是个犯规，任意球。半场比赛马上回来。哨声响起，双方开始征战最后的45分钟，可以考虑传中了。起球，传中，直接打到前场。莫德里奇，梅西拿球，可以来一脚了。有了，漂亮，球进了，又是他，这是他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了。现在是暂时领先，希望他能笑到最后啊。现在他跑起来就像匹脱缰的野马呀。梅西拿球，他机警的防守阻止了这次进攻，可以来一脚了。这球进了，是他，是他，还是他，成功上演了帽子戏法，太强大了。积极的防守给了他们再次进攻的机会，出脚非常及时，稳健的防守破坏了对方的进攻，尝试掉过对方头顶，这次传球啊完全被对方看穿了，及时出脚夺回了球权。拉斐尔，法齐奥拿球，及时出脚夺回了球权。队友都期待他来一脚高质量的传球啊！回传，他选择带球内切，拉斐尔打高了一点点，球飞了。这脚传球正中对手的下怀，球在博格巴脚下，维斯特高，尝试掉过对方头顶，阿扎尔，现在他在边路拿球，突然带球加速冲刺，
哇，多么惊心动魄的比赛啊！我这个心脏啊，刚才吃了一片这个速效救心丸。他们这个神奇的表现啊，让他们完胜了对手。你那个好像是在铺天吧？啊，但是啊，两球优势打败对手，确实这场比赛很不错。你给我也吃两片。来来来来，学识渊博的苗坤同学，这场比赛你怎么看？他们踢得更加主动，更加坚决，抓机会的能力非常强，击败了对手。他们证明啊，他们的战术非常奏效，球员们很好地执行了主教练的战术，团结一致，氛围相当的好。苗指导说得非常好，球迷朋友们，以上就是本场比赛的全部评述。